香港电台主办，香港科技园，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音乐台，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动感101，广东电台音乐之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合办。第33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现在开始。大会司仪梁德辉、黄天仪、郑欣宜、嘉明、李志刚。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第33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我是 Alex 李志刚，你们好吗？三三不尽，恶恶无穷，就是我们今年大会的主题了。意义就是希望未来的一年，香港的乐坛可以生生不息，继续充满动力，是不是？耶、yeah! ！大家好，我是侯嘉明。首先在这个时候，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本年度优秀流行歌手大奖的得主进场。得奖的歌手包括郑安琪、张敬轩、陈奕迅、方大同、阿 Jam、Mr、陈柏宇。仲有容祖儿、杨千华、卫兰、古巨基同埋李克勤。今晚我哋嘅颁奖礼选择喺科学园呢度举行咧，系别具心思噶。因为科学嘅研究同埋音乐创作一样咧，系需要好多嘅创意嘅。所以今晚我哋即将会向呢一粒金蛋下面见证乐坛另一张成绩表嘅诞生。今日我哋处身嘅呢个金蛋，其实本来系科学园嘅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坤会议厅。不过今晚就承载住本地乐坛过去一年嚟嘅成果。我是乐坛的新人，做司仪亦都是新人。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参与这个乐坛的盛会。在这个时候，我们即将颁发第一个奖项——优秀流行歌手大奖。有请两位主礼嘉宾：广播处长黄华琪先生、香港科学园行政总裁陈荫南先生。首先，我们有请陈荫南先生为我们颁发给第一位的得奖歌手陈柏宇。跟住有方大同，郑安琪，唔该晒陈生。而家要请广播处长黄华琪先生继续颁发优秀流行奖项俾今年继续摇滚嘅 Mr。阿 Jam、邓紫棋、张敬轩、仲有最后一位 Eason 陈奕迅。我哋俾啲掌声，香港乐坛嘅顶尖二，恭喜晒佢哋！事不宜遲啦，喺呢個時候咧，先揭曉咧就係第一首嘅十大中文金曲，有請歌影視都玩曬嘅舞台劇喜劇大師詹瑞文先生。詹 Sir， 你好，好耐好耐冇見你著男裝啦嚇，係咩？好耐冇見到嚇。喂，詹 Sir， 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嘅思想可以澎湃啲，多啲竅嘅咧嚇？唔好自己有咁多禁忌咯。就唔好自己 censor 自己咯，同埋自己平時啊，同自己開下玩笑啦。咁你平時點樣同自己開下玩笑啊？即係話，詹士文你幾靚仔喎？啊，唔係啊，我都 OK 啊。啱咯，就係咁樣。係啊，我成日自己讚自己，同阿 Eason 自己讚自己嘅，係咪啊？係啊係啊。嗱，其實咧，我哋今日講到咧，即係創意同音樂咧係要結合啦。點樣可以令到創意同音樂咧二合為一咧？首先要唔好怕凍啊。係啊，正所謂不寒而栗啊嘛。韻律啊，就係咁啦。OK， 好，咁啊，請阿詹 Sir 喺呢個時候咧，率先為我哋揭曉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好，嚟啦，第33屆十大中文金曲第一首金曲就係、是，係佢，陀飛輪，陳奕迅 ，Eason， 哇！好 ，Eason 有啲咩得奖感受？好开心啦！多谢作曲嘅 Vincent Chow 啦，填一份好好词嘅 Wyman 啦，编好辛苦嘅唐奕聪、Gary Tong， 同埋好多谢
有份揀呢个歌監製呢个歌嘅Elvin 梁榮俊，同埋好多謝我唱片公司新藝寶。好，俾掌聲陳奕迅啊，恭喜曬，絕對實至名歸。好，到第二首金曲咯喎，詹神。係啊，即刻又要班啊！第二首金曲啊，哎呀，又係好犀利噶佢，《愛的習慣》側田。好多謝港台，即係咁耐以嚟都咁支持我，我會永遠支持港台。我要多謝雷仲德，我要多謝林夕。Thank you， 恭喜曬側田，你哋準備下，亦都同時唔該曬我哋第一位頒獎嘉賓詹瑞文先生。Thank you， 唔該曬。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作曲 Vincent Chow， 填詞黃偉文，主唱陳奕迅，《陀飛輪》。十八岁没带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纵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感触，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未走跑车相机金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只知那样紧要，还剩低几多心跳，还在数赶不及了，昂贵是这刻我觉悟了，在时机里看破一生，秒秒。恭喜晒 Eason。第二首十大中文金曲，作曲雷仲德，作词林夕，主唱侧田，《爱的习惯》。叫我怎假设从来没有你这对家，即使可当你的朋友，同样有一顶衬，你再不过我改变过去，当我风风雨伤都想认识有伤，叫我怎把情爱共你是艰难，半夜来难过，难道我真可忍？都分到我太过分，竟可你到不断我的难过，不必爱非爱简单，如早知我痛的命，我都变到不是你，仍因我。所以拒不起，恋爱满早天也安，我对你唯一的九分爱，我仍用于浪漫的你，从开始你的背影没有逼我亲近你，离开那天刻不分的天。
想念你，我也记得这些日记。其实喜欢一个人，不开心也合理。不必须变动机，舍得真我多谢大家。